的不是关庙了。山门谷的竹林，乡下中的乡下。一年前，我从来不知道光庙有星光这个地方，因为一次面试来到了这里。这里是全国最大的彩绘村，关庙最大的主产地，生活淳朴，但它却不只是这样而已。这个老魏好不好？哦，老魏啊，滚掉。这个店原本都是在外面的，然后现在这个环境越来越好，他们就回来整修，他们老房子回来这边住。对，这个现象是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发生过，这几年一直在发生。所以我们在推动社区营造的这几年，就把这条街当作一个主要的重点。然后这边的彩绘，也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一代的彩绘，就透过信义房屋，他也给我们做协助的一批彩绘。就是因为这条街的彩绘，然后做了一些改变，才让这边在地的民众的一些观念有很多改变。而我也在认识宝哥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彩绘并不是他们真正要的。被同一个彩绘村，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过，所以我们当初就设定整个北条街有一段大概400公尺。而且为什么会设定那一段呢？因为那一段就是当时的星光的所谓的经济中心，对，所以需要的一些生活机能在那条街上都可以看得到。比方说像干妈店嘛，那小小一段路就有3家，然后有什么理发厅啊、诊所啦、啊，哦，还有什么连米厂啊、卖米的、卖肉的，什么都会在那条街上。对，所以我们当初会这么说，应该先把那个街道做一个街道啊，做一些改变。可能就会很容易吸引在地民众的一些对整个环境空间破败凋零的一些想法，从来没有想过说要用彩绘来吸引游客进来这里，对，因为星光有太多太多的天然资源了，根本不需要彩绘。来，我们下盐水系好的。那个竹丛后面有一个桥头，有一个桥墩呐。对。看不到。那边有。从那边看的。这几年环境变化造成这边很大的影响。这边那个桥墩呐，桥墩那个桥面已经在溪底，本来有5层楼了。啊，现在每年一期，每年一期，你看这些土豆一期的，现在一期到那个桥墩上面那个桥墩呐，我用跳就可以摸到桥面了，所以这几十年已经一期了4层楼了。以前这条溪我们也不叫盐水溪，它本来名字叫许县溪，然后后来水利署把它整并以后变盐水溪，这边人都不这样叫，这边人都叫什么？叫它大溪。大溪。哦，顾名思义嘛，足大条的溪，唔该叫大溪，对。它实际上也是如此的，因为我有去找过一些老照片，在我小时候这条溪真的很宽很大，对，它现在就变成一条小水沟了。
今天可能就是比较主题性了哈，没办法你们带你们去整个去绕了。我们今天就针对这个竹子当做主题，那以后如果有机会的时候再去真正去了解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做关庙以前叫竹藤公益王国嘛，应该有听过这个名字哈。可是自从它没落以后，而且没落有一个很大的主因哈，就是因为我们台湾产的那个藤不大多，不够多，啊，所以就一定要仰赖这个印尼进口。那印尼他们想说，啊，我们出原料，结果全部你们在送，所以就是在70年代停止进口。啊，停止进口以后，才把台湾的这边整个竹藤的工艺整个打垮掉，因为竹比藤更早。其实竹也是后来被藤工业取代的。台湾这边的竹编早在日本时代，日本人他们喜欢用这种竹子，所以他们就在台湾这边培植很多的工艺家，他也生产很多东西，然后外销到日本。然后那时候关庙呢，最大的产地在哪边？也是在新光。农家他们在采这也很辛苦哦，他们每天哈、哦，像这个竹笋的产地，他们每天就会去看。然后如果说这边有一根小笋子要蹦出来，它这边会那个土会这样稍微裂掉，他们就知道说这边有一根笋子了，所以他们就会白天呢、啊、就这样子拿一根竹叶插下来做一个记号，然后到晚上它一定是在晚上才可以采，就怕它出青，然后弄完了以后可能还会再覆盖一下东西，就尽量不要让它见到阳光，然后到晚上就拿着灯啊，然后去找看它白天做的记号在哪边，然后再去挖。所以竹农真的很辛苦哈、哦，那笋农真的很辛苦哈、哦。这边最大当时最大的竹编产制基地，怎么可以让这么好的一份功夫，包括这么好利用的环保素材，就让它消失了？所以我们在6年前就开始规划，让竹编可以让它再活起来。那就我们就把今天定位为所谓的竹产业年，就是一整年什么都完全完全竹子。包括像这个工作假期啊，然后我们这7月份也会扩建一个属于在地的一个，我们把它取名叫竹木生活馆，就把竹子可以用在食衣住行娱乐上面的一些做法，包括它的成品，包括那些师傅的一些开发过程，还有一些老师傅他的一些记录，都全部在那边做展示，哦，让来到这边就知道说，哇，原来这边就有竹子的原乡。给它画上去，小鸟上前把它画上去，举手，3票、4票、5票、6票，然后超过半数了。有一种怎么讲啊？感觉人家老在农村里面，老人看着年轻人来了又去，真是有那种感觉。来试试看，因为其实我几乎都在算在这边生活了、啊、不像我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我除了回家睡觉洗澡以外，我几乎全部的时间都在新光了。我也是。你还没有我透彻好吗？对啊，我还没有那么久。对，所以其实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新光了。得到的收获是什么？跟这边的人相处吧，大概就只有这样子。
我希望大家来这边不是只是看这些彩绘，而是他们真的有用心的了解这边的一些真正大家想要给大家给游客知道的，不要只是走马看花，看彩绘很漂亮，然后拿自己的智慧手去给他来拍。我希望大家可以走进来逐梦生活馆，然后知道这里以前是怎么样，然后这里的文化资产，然后这里最好的东西给大家知道。我说完了。